艾瑞巴蒂，大家好，这里江城，你们要的教程来啦。方法一，下载谷歌商店。谷歌商店可以在浏览器、动脑里下载哦。当然，有些小伙伴下载好之后玩不了音效。我下载过谷歌的音效，进不去，一直显示查看。相信有些小伙伴和江城一样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浏览器上下载。在搜索栏里搜樱花校园模拟器 1.38.51 新版图标是这样的哦，如果找不到51版本的可以下载50版本的哦。新版的音效没有中文版，目前只有英文和日文。233乐园上的音效还没有更新，现在只有这两种办法。使用方法二的小伙伴们可以试试一个一个找，虽然很麻烦，但是没办法，虫虫和 7G23 上的音效都被下架了，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私信来问江城哦。